学，大家好啊！你们的资料，我刚才才看到，还没看完。你们吃饭的时候就开始看，啊，看了三四位的啊，大家都有个同感，生活在这个世界。很苦啊，这个苦头大家都尝到了啊，不能怪你们啊，怪你们这是很残忍的事情啊，这是不可以的。这要怪谁呢？怪我们的历史，最近200年啊，200年前我们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普遍在这块大地推动，这亚洲不但是中国，中国附近的日本、越南、东南亚、印尼都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好处啊，它是有价值的。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就是清朝末晚年，有一些也是算很聪明的人，到国外去留学。这一去了之后，感觉到外国好，啊，中国专制，啊，迷信，啊，不合乎科学，啊，所以也没向西方学习。西方确实科学技术比我们高明。啊，孙中山先生说得很好，除这一样之外，其他的都比不上中国。啊，那我们是全盘西化，向外国人学习，这亏吃大了。啊，今天变成这样的这个局面，是至少是五代人所获的。啊，这六代七代。要从康有为这个曾国藩那个时候说起的话，大概是八代。清朝末年虽然不重视了，但是根还有个样子在啊，社会的转型还没有完全变成西方。那么到民国初年，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，问题严重了。啊，中国人可以说是把传统文化统统放弃了。啊，这五大概也有五代，100年，20年是一代人，啊，也有五代了。啊，我们的亏吃大了。现在。汉学，就中国古典的学术，没人学了。文献在，啊，文献是什么？四库全书、四库会要，啊，这两套东西在。而且的时候在台湾，这些年来，曾经两次。流通过，啊，虽然分量不多，我想不会失传了，啊，但是没有人能读，没有人能理解，没有人能把它讲透、讲明白，啊，当然更好的是把它翻成白话文，啊，翻成白话文什么意思？把它翻成外国文，向全世界流通。只有全世界都学习中国传统文化，世界才有和平，人类才有幸福。啊，你要说中国文化学的干什么，有什么用处？第一个，是教你自己身心健康，幸福快乐，你要不要？
啊，它能帮助你达到啊，再提升到家庭和睦，家和万事兴啊，社会安定，国家富强，天下太平，真有这个能量啊，不是假的啊。外国有专门在中国研究汉学的，有十几个人，他们都非常有成就，对中国问题会也下了很深的功夫啊，像英国的汤恩比、瑞典的高本汉，他们告诉我，解决现在21世纪社会问题，认为问题太复杂了，中国历史上没有过，外国历史上也没有过空前的混乱啊，赶得的地球上大大小小的灾变，人活在这个世界没有安全感啊，没有方向，没有目标，他怎么可能快乐啊？中国文化的渊源很深，要从伏羲那个时候那个时代算起，5000年啊，从皇帝那个时候算起，4000年啊，从春秋孔子那么算起，大概2500年，源远流长啊，啊，古圣先贤、老祖宗们，这里头有不少，在佛法讲是佛菩萨再来的，不是凡人。我们看他们的典籍留下的东西，跟佛经两个对比，几乎像孔子、孟子、老庄，那是在印度就成为佛菩萨啊。印度的佛菩萨传到中国来，当年翻译造了些心字，实际上可以把它翻成中国人讲的圣人、贤人，佛跟中国圣人是平等的，同一个阶层啊，菩萨跟贤人同一个的等级。他怎么悟的啊？儒佛包括道，在中国传统的文化啊，他们发现一桩事实真相。佛经叫诸法实相，真相，真相是什么？整个宇宙跟我们自己是一体。现在科学家逐渐接近，了不起的发现，整个宇宙是自己心性识别的，心是真心。我们有没有人有真心没丢掉？但是真心不起作用，迷了。用的时候用的妄心，妄心有生有灭，生灭心是妄心，真心不生不灭啊，真跟妄离不开啊。为什么妄心是依靠真心起来的？没有真心哪来的妄？迷在哪里呢？迷在我们现在都用妄心把真心忘掉了，真心就在眼前，你看不见听不到，你摸不着，它就在眼前啊，在净土宗里面称为常寂光，就是真心啊，真心是光啊，这个光无时不在，无处不在啊，
变法界虚空界，它在啊，大家都一样的，它不是物质现象，也不是念头啊，念头讲不是精神现象，也不是自然现象，它什么都不能，所有我们的语言达不到，我们的思想也达不到啊，怎样才能证得呢？禅定。这是印度佛陀发现的甚深禅定里面，时间空间没有了，你就见到真相啊，所以他是从戒定慧证得的，每个人都有，你只要能把心静念定下来，你就会有这个机会见到啊，见到这佛家这阿罗汉啊，修道是菩萨，正道是佛陀啊。在中国慧能大师，这也许你们都知道，这是一个典型的人物，他不认识字，他没有念过书啊，他心地清净，听别人念《金刚经》啊，他在门外听，那个时候窗户是看不见的，纸糊的啊，看不见，声音听得见啊，里面才是读《金刚经》，他在外面听，等他念完了他进去问请教，你念的是什么，那他念的《金刚经》，他把他念的那段意思讲给他听，他非常惊讶，对，念的人非常惊讶啊，就问他，没念过书，没有，不认识字，你怎么会懂啊，他讲得头头是道，所以发现这是个人才，不可多得，劝他到黄梅去见五祖啊，禅宗的五祖，慧能是第六代六祖啊，让他去请找一个好老师啊，那么在家里非常辛苦，只有一个老母亲，母子相依为命啊，这个居士很难得，非常慷慨，拿了十两银子给他做安家费，告诉他，我们学佛的同学帮助你照顾你母亲，你专心去学的，去学学的修道啊，他去了，在黄梅住了八个月啊，八个月也没有听过一次经，也没有进禅堂啊，坐香没去过，五祖分配他到对方冲米破柴啊，他是个樵夫，砍柴卖柴过日子，还做你的老本行啊，别人看起来无法想象啊，老和尚教他冲米破柴法修禅定，修禅定你能开悟啊，用什么方法修禅定，就用冲米破柴啊，佛对我们知识分子了，知识分子喜欢读书，读书就用读书的方法修禅定，方法无量无边呐、啊，八万四千法门这常说 啊，方法不一样，门径不一样，但是理是一个，结果是一个，通通是修禅定。你在冲米破柴上，把你的妄念冲掉，把你的杂念破掉，你的清净心恢复了，清净心就是阿罗汉，平等心就是菩萨，大彻大悟就成佛了啊。忍和尚大概能看得出来，八个月了，差不多了啊，八个月的时候
他到大彻大悟，要到这个境界了。啊，宣布传位传法，啊，传译那个时候传译不，啊，向大众，希望大家学成很多，你们做个一手记来给我看看。啊，谁要是真开悟了，这一波就传给谁。啊，大家都不愿意写，为什么？对于神秀法师很崇拜，神秀能讲十二部经，有500多信徒。啊，所以人人都想的一定传个神秀是六祖，他不会传给别人。神秀被逼着，不能不做。所以就写一首偈，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。自己也没把握，不敢去见老和尚，把它贴在外面墙壁上。老和尚看到欢喜，就承认是我写的。老和尚不欢喜就算了，这是话。这样的心态。贴出去之后，老和尚很赞叹，不错啊，劝勉大家依照这个偈子修行啊，这个就传到对方了，慧能听到了，慧能听到一听就是摇头，但是他很机灵，他不说话啊，他说我听得很欢喜，我也想到贴偈子这个地方就拜拜啊，修一点福啊，请人带他那里去，这个里面就有很深的意思啊。虽然没有在文字上落实，我们应该想到，他在黄梅8个月，没有到处走走看看，那是在庙的里面呢，啊，哪个地方贴都他都不知道，这就是他老实，他听话。老和尚叫他的对方，他就不离开对方。啊，所以里面是寺院里面哪个天堂上他都不知道。啊，听说还找人带他。啊，他才晓得。那这个就是含藏着这个意思，他真老实。啊，真的放下了。啊，要是不容易做到，那个人8个月，这个寺庙就那么大，怎么会不熟悉？啊，从这个文字里面，我们就体会到他真老实。啊，他不东张西望。老和尚叫他冲米破柴，他晓得用这个方法把杂念打掉，妄想打掉，分别打掉，执着打掉。他就成功啊！为什么？妄心熄灭了，真心就现前啊！真心能开悟啊！随他到那个偈子上去拜了3拜，然后告诉别人我也有一首偈子，大家吓一跳，没有人瞧得起他，他有什么偈子？实际上他把这偈子改了啊！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哦，这个写出去贴在墙壁上，大家都吓到。老和尚听说，赶紧的告诉大家，没开悟，死掉了。啊，大家心就平下来，没开悟，没事情，平下来。啊，那么接着，老和尚巡了。啊，巡了是什么？就是把整个寺庙都看一遍，啊，看有什么事情发生。啊，巡了是在就是去看慧能，啊，但是不能让别人知道。啊，巡了是到处都看嘛，当然这个地方也都要看一下。啊，看他在这冲米，就问他米冲熟了没有？这是禅机，他们对话。别人听不懂，他们两个心里完全明了，他早就冲树了，啊，又请筛在还没有筛，
啊，这就是还没有人给我证明，我已经成熟了。啊，老和尚拿了拐杖，在他腿上敲了三下，走了。啊，他明白，那就是叫他今天晚上三更到方丈室去。啊，他懂，别人不懂。这多少人看老和尚看，啊，看不出来他的破绽了，看不出来。他三更到老和尚方丈室，推门，门是掩的，里头没栓，一推就进去了。啊，胡祖非常欢喜。啊，大家都休息了。啊，把袈裟围着他，不让人看见。给他讲金刚经，啊，他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所以不用看书，讲金刚经大意，讲到不到一半了，讲到一无所住而生起心，他就提出他的报告了。报告实际上就二十个字，五句话：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，本不生灭，本自具足，这讲真心的，本无动摇，是自性本定。后头一句能生万法，什么是整个宇宙是自性变的。那他完全明白了，老和尚一听，一波马上给他赶快走，赶快走。为什么？怕人家害他。啊，叫他去找个安全地方藏起来，不要露面，风声都不露。十五年，大家把这个事情淡忘了，他才出头。才出现，这五句是真心，真心是清净，我们的心是染污的。啊，真心不生不灭，我们这个念头起心动念有生有灭，前念灭后念生，这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啊，真心不生不灭，真心本自具足，具足什么？无量智慧。无量才艺，无量的德能，一切都是无量的，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，所以你对于这个宇宙过去现在未来通通知道。怎么知道的？你自性本来知道啊，所以华严经上佛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。是什么样佛？佛里面究竟圆满的佛是阿弥陀佛。那换句话是，我们个个都是究竟圆满的阿弥陀佛。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迷了啊。啊，佛菩萨教诲用的种种方法，戒定慧三学，帮助我们开悟，帮助我们回归自信。啊，完全回归了叫成佛。啊，回归一半还没有圆满，菩萨刚刚开悟，啊，才回归少分。啊，像月亮，初三初四的月牙。那是阿罗汉，半个月亮出来的时候，那是菩萨圆满的成佛。佛陀教育目的在此地。那么回头看中国古圣先贤教育，中国教育圣贤教育啊，所以夫子受儒家受过去，人人都是圣人。你为什么不是圣？迷了。那么儒家的教学叫你回归圣贤。
啊，人人都是圣，都是贤，圣贤不是从外学了。那用什么方法？他的理念是一门深入，尝试学修；他的方法是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啊，随中国古老教学的方法，教学生，老师就是教学生读书，是我们讲一般讲背书。啊，他不是背，是读，读多少？读一千遍。啊，一千遍读下去，是把你的妄想剁掉，你心里就只有。所以读书，书里头有没有意思？没有意思。你要是看出意思，是你胡思乱想。哪有意思？没有意思。自信里的什么都没有。啊，不可能有东西，有东西就坏了。啊，所以读书的时候，就是把目的是把念头妄想念掉。啊，杂念念掉，分别执着念掉，清净心，清净心生智慧，大罗汉。啊，你没有学过东西，问你全知道，要怪了。为什么？智慧是自信本来具有的，不是外头来的。现在叫你回归自信，智慧就现前。啊，技术能力都现前，才艺都现前，福报也现前。啊，寿命也现前，寿命个个都是无量寿啊，没有生灭嘛，不生不灭。这是佛学，这是圣贤学术啊！所以孔夫子谁教他的？老子谁教他的？释迦牟尼佛谁教他的？那再问问耶稣谁教他的？那穆罕默德谁教的？摩西谁教的？都没有，他们通通都是用鉴定慧三学达到自信开悟的，所以他们讲的东西都是一样的，都非常接近。啊，所以圣贤教育不是老师讲给你听，是什么样的？你悟了之后讲给老师听。啊，讲给老师听，老师给你印证，没错，你真悟了，给你所证明。啊，如果老师讲给你听，你就开悟不了了。为什么？你满脑袋是老师的知见，那就错了。啊，不许可有知见，不许可有念头。这古人现在用这个方法讲问题，没有人相信啊。无师自通，这是真本事。有人传给你的都是假的。啊，那一千遍小悟，啊，对小学；两千遍中悟，三千遍大悟，四千遍、五千遍大彻大悟。啊，所以依照这个方法，就是持戒；啊，依照这个方法去做；啊，真正把书念上几千遍，那就是修行，那就是方法。啊。真正得定之后，智慧就开了。啊，你不知道的，别人问你全知道；不问，不问不知道；问全知道。啊，人人都有这个能力，人人都是佛陀，人人都是圣贤。这个原理原则不能不知道，不能不相信。啊，你明白之后，你走这条路子能走得通。从哪里做起？一门深入，尝试寻修，同时不可以学两样东西，学两样东西有分别有执着，你不能开悟啊，只能学一样，一样学完了之后再学一样可以啊，一样没有到开悟不能学第二样啊，随时是一千遍、两千遍，古人的标准三千遍。
现在人绝对做不到。为什么？现在人心浮气躁，烦恼习气比古人不知道要长多少倍。古人读一千遍，咱们要读一万遍。古人读三千遍，我们要三万遍。这个要知道，这个社会是大染缸，古时候是社会干净的，没有污染的啊。所以懂得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你才会相信中国古人释迦牟尼佛用的方法妙绝了啊。他是这么成就的，表演给我们看，我们依照这个方法能成就。那么现在中国传统文化有严重的危机，再要没有人传，在这个世界上会消失，太可惜了啊！我们要年轻人发现来救啊，怎么个救法？就是我们有能力读四库全书，我们有能力理解这典籍里的这意思啊，再一个把它用白话文写出来，翻成外国文字，让全世界人都能接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利益，这个世界就太平了，这个世界所有问题全解决了。这真的不是假的啊！所以我们想办汉学院，目的很单纯，就是培养一批认识汉字、认识文言文、能读古汉语啊，就是古代的这些典籍，有这个能力，我们发愿一生教书。那教谁呢？教小朋友。为什么？一切都要从根扎起啊，从幼稚园就要开始教，教他伦理，教他道德，把他养成习惯。古人古谚语说，三岁看八十，三十岁根扎下去了，他一生不会改变，那就是圣人，就是贤人啊。圣贤教育要从娃娃扎根，我们现在学习都半路出家，习气很重，烦恼很多啊！如果我们不报，是我们舍己为人，牺牲自己这一代啊！我当个小学教育，我一生就干这个事情，我把底下小孩教好啊！小孩怎么教法？要办一个特殊的学校，一条龙。幼儿园、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研究所，一直上去，办一个这样的学校。这学校不招生的，只招幼稚园的学生。这幼稚园学生慢慢已经升上去，他升上去，那老师也升上去。啊，老师跟同学一起往上提升。啊，学校采取封闭式校园，外面最好筑城墙。像城墙一样，不到危险。要现成的呢。啊，不准出去，不能出去。所有外面这些科学技术拉杂东西，咱们通通不要。这里头没有电视，啊，也没有，啊，手机是决定不能用，啊，那个是，这妨害我们最大的魔王，这手机，啊，绝对不是好东西。啊，这个报章杂志统统没有，啊，像科技这个里头找不到，这里只有古书，啊，只有古圣先贤的经典，我们搞这些东西，学这些东西，怎么样把它落实，落实到生活，然后落实到家庭，落实到事业，落实到社会，落实到国家，
落实到全世界，在干这个。啊，这是把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再把它活泼生起来。啊，现在我们不搞，十年之后没人搞了，你再想搞人，老师找不到了。现在我们大概可以找到十几个老师，都是70岁以上，他们走了就绝了，下面后继无人了，所以这个很可怕的事情，很严重的事情，怎么搞这个？啊，我们动了这个念头，发了这个心，我今年6月参加联合国的活动。完了之后我就到英国去访问，听说英国人啊，政府下令全国幼儿园、小学、中学、大学所有的学生都要学中文啊，要学中国语言，学中文啊。有人问你们为什么这样做，英国人很坦白也很可爱，他说我们已经退步了，将来的世界是中国人的世界，中国语文的时候会代替英语，他们现在就要学啊，把中文看作第一外国语啊，这个有眼光啊。所以我到英国去看的时候，我就告诉他，中国的宝，中国的好东西不在现在这个简体字中国话，不是的，古汉语啊，这个东西好，真管用，真是宝啊，这个宝管用，管用什么？帮助我们一生幸福快乐，这真的不是假的。你看孔老夫子《论语》第一句话为什么要学？学儒，有儒就代表古圣先贤。为什么学古圣先贤？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越是快乐啊，那个乐不是外面来的，是内心生的，是里面往外发啊。但是学还要习，习是习是落实，光学不落实，那个乐你得不到啊，你一定要把它落实。所以学跟习，你看学而时习之，那个时不能中断啊，你个人享受，你家庭享受啊，你工作员工都能够享受啊，社会国家全世界，这才叫宝啊。现在什么能救社会，什么能够化解全世界的冲突，这个冲突最大的冲突，核武战争。核武战争爆发了，那是汤恩密所说的，是人类糊涂到基础了，集体自杀，没有胜负，同归于尽。啊，就这个我们知道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今天打仗，美国人是很想打仗，特别是对中国。啊，听说军舰在这个东海、黄海在那边巡逻。啊，能不能打起来呢？不可能。为什么？就像普京所说的，中国人很聪明的。啊，我们打。习主席也宣布过，不打传统战争，打核武。要打就打核武，同归于尽。你美国人也想不想活？啊，核小战争不打了，你巡逻让你巡捕。啊，这是很没有礼貌。啊，让世间人去对他批评。啊，那么。苏联的总统普京说得更明白，如果一旦核武战争打起来了，
他说他们的核子弹不会对美国人民，也不会对美国的军队，对准什么？对准黄石公园。大家知道啊，黄石公园超级火山呢、啊，这个火山一爆发，科学家都算得很精确，美国就亡国了。它1/3的土地不能住人，人不能生活，那么美国的人要死一半以上。所以就让他自己考虑这个战争要不要打。中国当然也有缺点，缺点是什么呢？长江大坝。长江大坝如果一颗原子弹毁掉了，那个水估计会淹死5亿人。好在中国人多，死了5亿还有5亿。比美国还强，美国只有3亿人。所以我们今天想到这个事情，也没有人干，找到真正有志年轻人，我们真正做出牺牲奉献，把中国传统文化拯救出来，继承下来，发扬光大，传给后世。这个我们这一生没白来，来就干这桩事情。在英国遇到了这个威尔斯大学的校长，他也不晓得是从哪听到的，来看我，带着他一个副校长，带两个副校长，大概一个是管总务的，一个是管教学的，这是学校的领导人。我们谈了3个半小时，我把这些理念告诉他，他完全赞同，不怀疑，真的想干，跟我说我们伙伴，在英国的伙伴，好事情。这个学校是皇家学校，校长是查理斯王子，那么这个副校长是第一副校长，就真正管学校的，执行的副校长。我们这次谈话之后，我回到香港，8月，他到香港来看我。住了5天，在我这住了5天，我们谈了10几个小时。这次来的学校的3个重要人物，他自己本身，还有一个管教学的这个老师，当然就是我们叫教务长，另外一个是学校董事会的主席，3个人，我们初步。大致上就决定研究这个课程，学校有学位，有硕士有博士学位，那么这个学校是皇家大学，所以它不归教育部管，它归女皇管，所以有很多特殊。那这个汉学院是独立的，可以完全用汉语教学，现在谈的是80%汉语教材，汉语教学，20%是怎么样跟西方文化连接对接，这个是由他们，聘请教授，占20%，很难得，所以这有这么个缘分，我就想，这个我们是预定的是名额是30到50个，这个研究生，我们算研究生，这是师资培训班，学校汉学院没开始，先培养老师，
那么这批老师50个人培养出来之后，学校都聘请为终身教授，啊，就是你一生在我们这个学校。那这个学校的时候，将来的时候就是从幼儿园到大学，我们是这样教法，把学生这样带出来，啊，培养真正有根有底的老师，希望他们将来在全世界，我们像能够看得到汉学会很兴旺起来，只有好老师的话，那真的会划时代的大事业啊！这个兴起来，地球至少有1000年的盛世啊！世界统一，统一说是中国文化统一，不是政治统一，不是军事统一啊，是文化统一，就跟中国过去3代夏商周，夏商周政治没统一，每个小国家都是主权国家啊，周朝800诸侯都是主权国家，大大小小的啊，所以他你看书同文，这就统一了，文字统一，文言统一啊，地方每个国家的话就是现在的方言还留下来了，还是讲方言，但是文字统一了啊，文言统一，文字统一，我们跟接受古代5000年到今天啊，真正发扬光大，那就是千年盛世啊，再传给后代，世世代代传下去啊，文化统一全球啊，中国文化归纳起来就12个字，孝悌忠信，礼义廉耻，仁爱和平啊，5000年都是讲这教者落实者啊，真学而习啊，习重要，不习等于没学啊。我在香港有一年，北京是哪个大前前教授钱逊，清华不错，清华的啊，他来看我，带着北大简玉健教授的，还有师大的郭启佳教授啊，他们两个人书面的问题啊，三个他有个代表来看我，问我为什么要提倡《弟子规》，为什么不提倡四书五经十三经？我当时听了这个话，感触很深。啊，这是国家一流的教授，对这个怎么会存疑？我举个例子，我说我们面前摆个天平，天平这一边《弟子规》，这一边四书五经十三经，甚至于四库全书，我说天平是平的。钱教授，这怎么能平得起来啊？这不可能呢！啊，我就讲个简单的，都是儒家东西。我说这边一大堆，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，《弟子规》都行。这边是学，这边是习，学而时习之，何曾管用？学而不习，还不如这个《弟子规》。这他才明了。啊，那天谈话我们也在摄影棚录像，好像有很长，有2个多小时。啊，讨论一些问题，所以重要啊！你说连这样的学者，
都没有把学跟习连起来，都放在家，这怎么得了？习重要啊！啊，真正把《弟子规》学好了，真正落实，那是个好人呢、啊。这和儒家讲君子。啊，所以学跟习不能分开，儒讲的好，最后是习呀、啊，是要落实啊，啊，都行。那在佛法里面讲，佛家讲四个字，四个阶段：信、解、行、证。啊，它还有个证。啊，信解。啊，信解就是儒家所说的“不修身问身死明辨”，在信解。啊，都要讲信。后面是证。啊，那个证是证明古圣先贤讲的自信，啊，就是像慧能讲的，自信是清净，真心是清净，是不生不灭的，啊，是具足一切万法的，无量智慧、无量德能、无量才艺、无量的福报都在里头，啊，能生万法。啊，为什么要修定？因为自性本定，何其自性本无动摇，自性本定就是真心本来不动的，是定的，像水一样，没有起波浪。啊，这就对了。啊，那么将来，我们这个学校大概今年下半年就要开始上课了，就现在招学生。学生不好找啊，到哪里去找圣贤学生啊？他不是圣贤，他不能去进这个学校。他要立志做圣贤，要立志做佛、做菩萨，要发大慈悲心救苦救难，啊，来给这个世界是拯救世界而来的。啊，拯救世界是做最基层的工作，那就是中小学的老师。在基层工作，那我们这个学校有个好处，就是一年一年提升，学生提升，老师也提升。啊，老师的教学不重视讲解，啊，这个要知道，所以老师自己有东西一门深入，尝试熏修，啊，走开悟的这个路子。学生要看到他干什么，不能偷懒，一天这个书要念300遍，要看着他念，就干这个，天天看他，啊，看到他遍数念多了，自然就会背了，那个背是副作用，不是要求的背，是要求的把心定下来，妄念放下，啊，读书有真正用意在此地，所以读书就是修禅定，用什么？用读书的方法修禅定。啊，读的遍数多了，真正得定了，慧就开了，心里是什么意思全会了。所以说，讲给老师听，啊，老师给你印证。那找不到老师，找古人的注解。啊，古人注解，你再去看。跟你自己悟的完全一样，那就对了。正知正见，啊，古人哪个地方甚至还有错误的，你都能把它找出来。啊，那么我们希望，我们这个小团队，啊，这个老师团队，这几十个人，我们一生都住在一起。我找了个企业家，也很发心。给我们盖一栋大楼，啊，盖什么样子？盖旅馆式的，旅馆经营。啊，老师一个人住2个标准间，一个标准间的卧室，一个标准间是你的书房。啊，学生2个人住一间。啊，毕业之后
他升级升到教授了，终身教授了，我们就给他两间。啊，旅馆管理有服务人员的，好啊，我们什么都不要管了，离开也不要关门了。那你说多好？他们生活在一起，那有餐厅，那里面有教室，有图书馆，有摄影棚，啊，一切设备齐全，房间多盖一些，多余的可以住旅客，旅客也欢迎他来住。啊，我们把楼下一部分做这个，啊，或者是楼上面顶层，上面不是一般人不能进去，啊，那做门就行了。啊，大家一生在一起，在一起读书，啊，在一起讨论学术，啊，这个很有趣味啊。啊，专门走这条道路。啊，现代化的经营，现代化的管理，啊，这都不用我们操心，我们一心一意就是读书，啊，所以研究，那是研究教学，怎么个教法，啊，时时刻刻检讨，改进，帮助学生提升，啊，希望学生。也从戒定慧入门，达到我们希望，啊，就真的看，啊，这我把我的情况给你们做报告，提供给你们做参考，啊，谢谢师父。